这里是长安活动中心，就是图书馆的楼上。图书馆是在三楼，这个是四楼。平常这边就是，就是做活动用的哈。今天是17到20案，内容就大家报纸都有哈，这个是有效票无效票，现在是7:30，7:30就是在我们这个长安市民图书馆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好了我们等一下再去成功国小看一下那今天图书馆也是因为四楼在办全国性的公民投票，17到20案，所以今天的图书馆就休息一天。这边有公告。